是什么样的。哎呦，这个变了吗？这个也有这个倒计时的吗？以前哇哦，天哪，穿着这个制服就感觉适合的，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穿上这个制服有一种病娇的感觉了。那啥，哦哦哦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他们坐在台边，天哪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坐在台边踢了个腿。就是每一场都要丢这个硬币吗？嗯，接住了，他接住了，我听到台下在哭，掉掉掉，然后就接住了，所以是经常掉吗？天哪，我刚看到默默前辈的眼神，有一点傲娇，又有一点萌，但是又有一点那种俏皮的感觉，拿那个枪指着，嘣，哦，哦，这谁顶得住？这顶不住，顶不住，顶不住，绝了，绝了，太绝了！今天没有掉，今天接住了。不不不不不，台下有中泰，应该也有嘉兴路的粉丝。前辈都挺喜欢的，不过经过刚才大 MC 的话，我目前比较喜欢，应该是目前喜欢的多于其他前辈的前辈是他口前辈。但是刚刚默默前辈那一下又把我击中了。